那不是一个墓碑跟蜡烛吗？棺材啊，棺材。你在干嘛？你是孟德里安吗？抽象主义为主哎，我平衡简单，认真很简单。他全黑了没？你那么简单的东西都可以画成这样，你要不要检讨一下？那我不知道。所以你在画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好像什么颜色吗？啊，我知道。等一下，什么意思？不能提示，就是应该让他待在下面。他不是一个人走去，然后那边有个墓碑吗？那可不是人哦，那可不是人哦。不是，那不是一个墓碑跟蜡烛吗？那个棺材啊，棺材。我被你说话得很好。